求生者们大家好，在绝地求生 M 中，许多建筑物的屋顶是可以跳上去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跳屋顶的小技巧吧。我们来到小核电厂，到达三楼这个烟囱的平台，靠右边的尖角往上跳，触发攀爬，再往屋檐下跳跃，就可以爬上屋顶啦。再来是这种平房，也是可以跳上屋顶的。我们将门往外打开，人物朝内，朝门边的方向45度角往后跳，人物在空中的时候点击跳跃就能触发攀爬，我们就能上屋顶啦。各位玩家都学会了吗？跳到屋顶上就可以更好的狙击敌人，快进游戏试试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